Slayer has joined squadron.说真的啊，这游戏的载具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。未来如果他真的有出载具，未来如果真的有出载具，对啊，之前都要看有那个 APC 哎、欸，那个 APC 可以坐四个人。他什么时候他妈什么时候要出啊？就不知道啊。那个最近有消息说。会有三个重大更新啊，有人猜是载具啊，可是那个载具从这个游戏刚出没多久就被挖出来了，就有人挖出来了，你看到现在都还没出，所以我是不抱了太大的期待啊。但而且我发现，我觉得那个载具如果压到反坦克地雷，他妈一定会爆。会啊，但是我们不会有人带反坦克地雷啊。对，现在反甲没有那么困难，那么死。有人在说，你可能载具下来没多久，桶就围过来，然后你的载具就爆了。可是如果有载具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，我们的套装就可以不用一定要穿轻甲，我们也可以就全部都穿重甲这样子。Ally coordinates locked.Engaging orbital thrusters. 打什么东西啊？那个软草。他空爆收回去了没啊？空爆。我要带中穿散弹枪，看你啊！你要带，你要带那个、哦，那我带轻机。带散弹枪好，散弹枪还是比那把垃圾步枪还好。我要玩一下火焰喷射器。去玩。你要带火焰喷射器出去。然后我副武器就可以绑榴弹发射。其实火焰发射器唯一的问题是，它吃不到你飞那个战舰上的那个火焰 buff。你战舰如果有点 buff 的话，会多15%、25%的火焰伤害。那个很夸张那个火焰伤害点上去伤害超级夸张。我觉得你每秒 DPS 会变成400多吧？对，靠腰，我怎么一下来就扣了？那就真的双开门了。谁死了？然后已经开起来了。Calling down the support weapon. 为什么现在可以叫那个啊？叫什么？你说他可以叫什么？叫真远啊！
哦，你本来一直都可以叫声援啊，只是你丢出去，它不会有那个啊。是啊。嗯。我有那个什么东西在找。你小心一点我在你爆炸那个攻击的附近。走，快走！有虫草，虫穴，快走！来，我封路了，封路了。没有，其实我只是想要去捡弹药而已、啊。你这个要用直击的，你这个用空爆打他不会痛。你的空爆破片会被他的，你的空爆的破片会被他的那个护甲打开，所以你要打更多下。我是打他肉中间的、啊。对，靠背我都没我都没踩到。我都没踩到地雷，然后地雷会爆炸，然后还炸到我，什么鬼？这是延迟攻击吗？怎么办呢、啊？那是我的问题，地形问题啊！你、欸、他妈，他们还在追！他妈在笑，干你啊！他们还在追啊！干，是我吸引什么体质？我不知道，没有。其实正常来说，你如果被巡逻队发现，你被靠腰，你被巡逻队发现，你如果不清，他们靠腰，他们就一直来找你。尤其当你跑得不过远，再丢一下声源，丢了。干嘞！我轻机枪哎！我的轻机枪！哎，我的轻机枪怎么不见了？哎呀，不要搞，拜托！我的轻机枪到底是啥小？啊、你在哪里啊？在路上，去其他地方的路上。Marking location west。我这边又遇到巡逻队，我真是谢喽。大哥说你是他妈有遇到那个人。Found something。你是应该是有吸引虫的体质啊。我不知道啊，干！而且我那个巡逻队都是直接贴我脸哎、欸，我就走着走着，然后我就转头，哎、欸，干你娘！怎么前方突然出现一支巡逻队？我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你是尽量不要转头比较好。没有啊，因为我会转头是就是因为我听到虫的声音，我就是走着走着，哎、欸，你转头，你可能一转头它就伸出来了。没有啊，就是听到虫的声音我才会转头啊，不，那个因果关系不是因为我转头然后虫才伸出来，是我听到，哎，奇怪，我明明都没看到虫，他妈的怎么会有虫的声音，我一转头然后就发现一只巡逻队已经摸到我旁边了，难远一点，哎，我又听到虫，我又看到巡逻队，真是太棒了。
好像有人叫增援哦。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带炮台，因为炮台是防巡逻队最好的方法，它可以让巡逻队，它可以让巡逻队没有办法去堵截你，你的炮台帮你垫后。这炮台其实讲真的，它也不能撑多久啊。欸，如果是那种全部都是小只的巡逻队可以，如果全部都是小只的巡逻队的话，那个炮台其实，你看，你看我一转头就看到一只指挥官在我旁边。干你娘嘞！哪来那么多东西啊？欸，那个虫卵清完了吗？我们不是还没清完吗？我没补，我们这边虫卵到底清完了没？还没啊。靠北，为什么都有？干，我看那个明明就是，我看那个明明就是从土里面钻出来的，到底是啥？又要没东西。哇操！我都还没踩到那个地雷，大哥。这个巢穴没有样板，没有。干，真的假的？那这张地图的样本感觉，感觉要特别找，要去找那种双开门或什么。哎呦！把那个能，这个弹跳背包队友在干嘛？不知道。那下来什么事情没干就挂了。我下面有个一包草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你下面有个一包草？对啊。哪里？哪边？你标一下。方向。好。你说阿波飘那个地方？对啊。那个一包草不是炸掉了吗？算了。他那个阿波在飙。阿波是你吗？对啊。
去看啊。我在教室会啊。好吧，那你等那个 S2 过去了。该不会是双开的？为什么一个铜炮、啊？是在一包草旁边的铜炮、啊。八。干那个一包草在哪里？干你吗？被我丢镭射，把我伤死！操！哇靠！算了，我不捡了，受不了。我又遇到一批巡逻队了，马先生，我真的是快受不了了。样本，超值钱。我那边至少有五个样本没有，不过都是最最小的那个。我唯一一个稀有样本，我有捡走了。可是我没有在绕过那边，有没有？正常来说，我印象那个配置应该会在。可是那附近，我看了一下，至少有一整支巡逻队在那边。他们的巡逻队都会，我每次都会遇到我把点内的怪清空哦，清到一半发现有一支巡逻队直接进点，然后我又要再打那地形。然后运气不好一点，他们巡逻队如果我短时间没杀掉，又交给我叫声，就他妈的又要被点死。叫后台。还好啊，反正我们又不缺钱。你觉得我们缺钱吗？炮台附近或一到两个那个稀有啊。对啊，少还好啦，三可以啦，只要不要低于这局就是有赚的。而且我们这个给人家中途插入了，我们这个任务算很快就打完了呢。你忘记我们上次跟那个啊？我们之前跟那个比较菜的打核弹，打半天才那个。核弹确实比较麻烦。核弹因为要守啊，核弹要守，你不带炮台打核弹，其实难度会比较高。看这个队友是不是穿毒抗装啊？他丢毒弹的。没有啊，你毒弹。反而不需要丢毒抗装，不用穿毒抗装，因为毒弹的那个毒剧毒手榴弹的范围非常短。我、哦、靠，垃圾任务。
跳 game 吗？玩不起是不是？干破击炮啊？谁玩破击炮？队友带破击炮，对啊，太棒了，我好爱这个队友 ，TK 大，而且他还带那个呢，特斯拉塔，干 ，TK 大，看为什么他要穿毒抗装啊？而且他还没带芯片，笑死，到底在干嘛？啊！我风穿错，该死。没差、啊，反正这种杀虫任务，在队友把你 PK 到死掉之前，任务就会完。反正就是。转喽！哎！我用空爆把地杀掉了，好的杀！哎，空爆范围有那么大吗？我都瞄三十公尺外的敌人了呢。算了，该只用指甲了。有飞天小狗。你们如果要，你这局要打的话，尽量不要靠近烟哦，因为队友的破击炮会优先攻烟里面的人。对。对，那个里勒谁丢的啊？乱丢里勒哦！什么 sanction？ 你说炮台啊？对啊。炮台有 buff 啊？你不知道？他有点吗？没有，你说队友了吗？没有点的这么强。没有哦，炮台他 buff 很强，现在变很强，所以才说带炮台很好啊。你想想看，你炮台。点满的状况下，你的冷却只有100秒，你几乎每一个会战都可以丢一个炮台下来帮你打。我说破击炮的，破击炮一样啊，现在所有炮台的冷却都差不多。是哦。嗯，除了第一个炮台，我记得是除了第一个炮台啊，第一个炮台冷却更短。对，第一个冷却特别短。对，你怎么死了？被电池。特斯拉塔。嗯，我看到就来不及了。那是那个汽油弹。其实这个地图不适合用汽油弹。什么人掉下去？哎，通风虫啊！我操！
干那个空袭把我炮台炸掉了，那个王八蛋丢了。拿啥条？欸，这局队友很给力耶，我机甲子弹都还没打完，战斗就结束了。干，然后有人拿我的空爆火箭，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哇，我刚刚在哪里啊？虽然不缺，但是我还是想。看那个飞天小狗，我好像有遇过。原来你刚刚讲的飞天小狗是下来的队友。对啊。我那个想说飞天小狗，你是在讲那个会飞的。飞鹰只点到二阶，哎，不对，这个好像是三阶，三阶会五百磅啊，五百磅。Welcome back, well done。哦，没有，他这个只有二阶而已，三阶是会堆更多弹药，然后四阶中间的东西才，嗯，那这个应该是二阶。他的那个电脑也只点到二阶而已啊，三阶旁边会挂起。靠，这凶，这人要打七级。对，这人凶啊！我靠，他直接打七级，那七级就要认真一点。有，那差一级会差很多。哎，差一级会差蛮多，你接下来就看到每个烟雾，基本上每个增援都会出一支扣腹。这是为什么我不是很喜欢打七级？干，怎么是这种垃圾图啊？会让眼睛瞎掉的图。而且他打七级。你要不要抱团打？不要。这种团我反而单走。这个就是我认真打的配置。哎，飞天小狗三十等而已，他妈哪敢呢？飞天小狗吗？哎啊，那个队友又不带他妈的芯片是怎样？但这种任务我要穿中阶的，穿太轻会。欸，我没有火力压制能力耶，我只有对空甲。我跟着你走啊，算，不然我没有火力压制能力，太麻烦。我的战略就是十一号空交车一路到底。你都直接冲哦，直接冲任务点。没有，直接进去出来，进去出来。
要先进去挡架。Go now. And fear the shadow of neither death nor tyranny, but just your cause. Requesting jetpack. Requesting jetpack. Calling down a support weapon. Stop here.下来一次。真是啊。听到。他怎么？是你打到他？是啊。这是哪里？哎、欸，神龙宝，神龙宝。看到了。神龙宝啊！我找他的巢穴，抓他妈都出来。在哪里？我在找。前面有一包。奇怪，这是反正找不到，有点麻烦，有雾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哎呀，你这样子炸不到。OK， 被谁 A 到？那就跟你说炸得到了。大师，没有大师。那个，破布。妈的，指挥官没死，队友在干嘛、啊？干，这个剑湖真是毒瘤哎、欸！不要再打了，这个剑湖，这个剑湖完全没有帮助他，完全杀不死敌人，操！